好，大家有没有想过中秋节后的月亮长什么样子呢？好，这是一位小学生叫做阿庆，他的作业要画出月亮的模样，可是这两天晚上这月亮都没有露脸哦，所以他就请警察来帮忙。好，结果这位高警察他也很聪明，他上脸书来求助网友，没想到这个短短两小时哦，这位高警察的脸书是暴增119则留言，有来自新竹五峰的，还有花莲、盐寮等地的月亮照，甚至有美国、香港等地的，画面是相当的丰富。那么最有趣的大家也都知道嘛，网友非常的有创意，有人还贴上了包青天额头上的月亮。